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齐了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好，我是娄佳悦，我是王以伦，好，我是赖帅民，我是演员李俊成，我是演员陈威旭，我在《玄笔录前传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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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头饰演的是方之敬，小乌鸦黑灵儿，这里面饰演吴玉祥和尚，捉妖取道员饰演的是吴小仙，一个捉妖师，常常不穿小鞋的捉妖师。上海国际电影节，上海国际电影节，上海国际电影节，我们来啦，我们来了。我们来了，更多详情请关注明天下午1:30到4:00，请关注哈尼电波。最后我预祝玄笔录前传圆满成功。